第二十三题，有关锌的叙述，下列叙述正确有哪一些？甲，黄色金属是错的。我们国中所学，除了金跟铜之外，其他的金属元素都是银白色、银灰色，所以甲是错的。乙，燃烧时的火焰为黄绿色，这个是对的。丙，其燃烧产物会溶于水，这也是对的。实际上它是不会那么容易溶，它溶解度并不大，但是它会溶于水，所以丙是对的。丁，燃烧产物水溶于为中性，这是错的。金属氧化物溶于水成的是碱性，所以呢，我们正确答案呢是由乙跟丙。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，以上正确者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 乙丙。